以是早晚班没有交接好。对，哦 ，OK， 是我问题，也是我问题，然后早上也不小心，对，主要是我问题。对，就一包，就唯一包。嘿，你放心，嘿，我们那一包就是那是唯一包，不可能是台面上的地瓜，完全没问题。嘿，会不会觉得对那个阿伯蛮抱歉？当然，一定。我当下我也是吓呆了，所以我赶快去报警。对啊，我们当然赶快找监视器，赶快寻找阿伯，不然的话我们不可能闹出这么大的事情来，不可能让你们全部人都知道吧？对啊，我也快待20年，我第一次遇到这种事，我也很紧张，我很内疚的，真的。对啊。事情搞得那么大，我真的也不愿意啊。就是没有想到说阿姨会把它拿起来，因为也不知道那个那当时这一包是放在地板上吗？还是放在哪？放在就是木瓜台那边的台面那边装一个篮子，然后他以为他那一包炒的，没想到我已经有投那个老鼠药下去了。对，是一个这样子，就只有放老鼠板而已啦。再的话，我们不会再放什么老鼠药之类的，绝对不会的，对啊。会做什么样的教育训练吗？还是说之后会怎么样处理？老板在到时候还会做个严格的教育训练吧。那对于这个当事的阿伯买走这个地瓜，你们后续会有什么样的赔偿？还是说会怎么样关心他？当下我们是有包一个红包给他，然后事后可能就是可能他明天后天再去关切他一下，他毕竟也是住对面，然后是这边老客人熟客，对啊。好。